大家好，我是爱丽丝的巧克力。巧克力现在呢是位处于嵩山少林寺的塔林，看我身后这一座座塔像，都是少林寺前任主持各种主持的坟墓，距今呢已经有1500多年了。在这里面，它有各种建造式的，有的是7级，有的是5级，然后有的是3级。还有的呢是那种圆形的，然后这边的是这样塔形的，就它每个年代的不一样，可能建筑风格也就不一样。近期的呢，它是上面那这一座，它上面是雕刻了一些现代的摄像机啊，还有火车啊、汽车之类的各种造型造像都不一样。在这里面呢，一共有248个塔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塔林。曾经李连杰的少林寺就是在这里取景的。这边呢，以3级塔和5级塔比较多，那里还有一个1级塔的。那边呢，就是7级塔比较多。大家可知道为什么修的是7层塔吗？因为有那么一句话叫做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嵩山呢是由太师山和少师山两座峰组成，那我们昨天呢是去的太师山，今天呢来到了少师山。它分前峰和后峰，我们现在乘往的地方呢是后峰。去往后峰的话，它的景色更加优美，更加秀丽。前峰的话，看的景儿没有那么多。这条路是上山的路。昨天爬了一天，今天呢就不爬了。这边就走索道。我们从索道出来，这边呢是去往三皇寨。索道票是单程70块钱一个人。往返的话是100块钱一个人，因为我们到的时间比较晚了，所以选择了单程。到时候看后期，徒步下山了就。昨天才整掰了几个，今天还要继续，还要继续徒步下山。我进来，我还能走。这个腿真的，大姐，不要撇断吗？腿酸不？我没酸，继续走。这里有一只黑猫，扶你起来还能继续。这个路呢，我们是翻过3间废了的。你老妈？那里一条山路，直达云霄。他说冷。这光不真实啊。现在外面的路呢是天黑了，然后这火灾一向天上，唉，直上直下，嘿嘿嘿嘿。好玩不？80度不？没有。刺激不？你怎么知道我要说那两个字？哎、快快快，舔上了没？舔上了没？舔到我脸上了，没有舔上，太滑了，我踩不住。下面这是冰。劈叉了，劈叉了！算了，我撤。等一会儿把舌头粘在上面。哇，少师山的山呢就是这样，下完然后再上，一直上，一直就是坑里面。这个已经玩废了的。我还能玩。虽然我们晚上还在这上面，但心情非常非常的嗨，就是特别惊险，特别刺激，给人感觉非常不一样，就是跟白天爬完全就是两种感觉。知道为什么叫爬山吗？这就是爬山。手脚并用一起爬。这丫头。就是刚出来玩户外的，然后都会特别特别新鲜，然后他们的腿已经废了，废得差不多了，但是大家都在努力坚持着，因为一旦来了没有撤退可言，完全没有撤退可言。
这里呢是走到了三皇殿，然后这个妞累得走不动了，想在这里借宿，进去吧。哎，